好，各位晚上好，我是董买买，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索尼的这个信仰灯。这个信仰灯呢，目前我已经在我的 B 站上发用官方工具发起了一次抽奖啊。那只要关注我并且转发，不用艾特什么朋友，然后呢，下周五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奖，抽一位同学送这个信仰灯。那为啥要买这个信仰灯呢？之前呢有同学问我说，这个最便宜，然后又好看，又有那个什么逼格的索尼的周边是啥？然后我想了一下，就这个灯吧。这个灯呢，在淘宝上目前的价格呢是240块钱一个左右啊，基本上就是240啊260，差不多你都可以买到。那我是看了买个便宜货的推荐啊，购买两个，然后亚马逊直邮过来，包含运费、包含关税之后，总共的价格是340块钱，折合大概170一个。好，讲到买个便宜货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恰一下饭了。买个便宜货 APP 是一款购物资讯的 APP， 它并不直接销售商品，只在商品有打折的时候告诉你到哪里去买，大牌正品有低价，就在买个便宜货。还没有下载买个便宜货的同学，赶紧搜索二维码下载吧。那恰饭完之后呢，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灯啊。这个灯拿到手的时候我都震惊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为粗制滥造的索尼的授权周边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箱子打开来之后，里面是这样的。就这个包装啊，特别的土，特别的山寨，一点都没有索尼信仰的那种逼格啊。那打开来之后就这样，那这就是灯的本体。可以看到呢，这个灯的塑料呢，其实做的也并不怎么样，就是明显能看到大量的类似于那种像我们说的回料那样的纹路啊，反正就没有好好的去处理。然后正面就是这样，灯呢有几种模式，第一种呢就是全亮，就像我后面放的这样全亮的这样的模式。第二种模式就是呼吸灯模式，呼吸灯状态下呢，这个灯会以一个比较慢的方式去逐渐点亮，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它有没有什么规律啊。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音乐节奏模式，这个节奏模式呢本来应该是一个有创新的玩意啊，比如说你放一首音乐放在它边上，它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，对吧？但是我实测了一下，这个节奏的点踩的不对啊，所以这个产品虽然有类似的功能，但它没有做好啊。我刚刚那个，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We Will Rock You， 你看看这个节奏压根儿不是 We Will Rock You 的这个节奏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供电方式上你可以使用那个移动电源，或者是使用任何5伏1安的方式给它供电，它有一个 Micro USB 的插口。当然你也可以使用3节 AAA 电池啊，那咱们还是环保一点吧，那个拆卸电池什么的也怪麻烦的。所以整体来看呢，我觉得这玩意儿算是比较便宜的去给大法充值一下信仰，但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个质量真的是挺那啥的，即使是170块钱一个我都觉得贵。当然如果你在买这抽奖抽中了，那你就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祝你赶紧抽中。好了，这就是买对于这个信仰灯的一个开箱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如果对买的视频感兴趣，不要忘记评论、收藏、订阅等买买。买在头条、B 站、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对了 ，B 站董买买，赶紧关注一下我的抽奖呗，随便关注一下、转发一下，希望中奖的就是你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